好，在燕莹的报道之后呢，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案子，就是金防部一位卢姓上士在跑步的时候突然猝死。那么桃园殡仪馆进行了解剖相验，除了军事检察官、军方法医之外呢，也请到台大的法医到现场共同进行。在中午解剖之后，遗体已经发还给家属，运回屏东的家里办后事。至于死亡的原因，法医表示应该跟心脏的问题有关。